Hello， 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缪瑟，这局呢我们是伏地魔，我们的队友是小红啊。哎，怎么感觉我们加载的那么快呢？其他人估计还没进入游戏呢。按照习惯呢，我们先来找找道具，右边就让给你们了，我们去左边。哎，左边的房间多一点呢，说不定开局就能给我们一个复活石。伏地魔这个身份唯一的好处就是用阿瓦达索命咒，即使刀掉有复活石的人也不能复活，不过不能打在哈利身上，容易反弹。在管理室发现了一个回魂石，回魂石看起来没用呀，实际上它可以让灵魂指出内鬼，被刀掉的人呢肯定认识内鬼，只要我们让灵魂跟着他，就能分辨出哪个人是内鬼。不过下面有个蛇怪，我们可不能踩上了，容易被致盲和定身。好家伙，两个人上去抢了，最终看起来是由内鬼抢到了，他已经动不了了，而且看不清周围了，我们可以抽个时间顺手把他给刀掉呀。现在我们去医疗室看一看有没有道具。哎，看到没有草了，队友也来了，我们快把餐厅大门关一下呀，还停下来了。哎呦，还是跑掉了，本来想把牛草给刀掉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往下面走吧，看看有没有人跟上来。我们把电梯室大门给关上，那叫关门打狗。哎，没有别的意思呀，就是一种形容方法，不涉及任何人。既然刀你来了，我们就先把他给刀了吧。哎，队友快走啊，我先去风管里躲一会儿了，看样子喜之郎在看监控呀。好家伙，我看到队友过去了，他居然把尤的内姆给刀了，这么勇吗？红色面刀，红色面刀，红色面刀。哎呦，队友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费了那么大劲去刀一个被定住的人干嘛？你应该从医疗室出去，他们都看到你面刀了，那我也救不了你了，只能把你给票出去了。他没有射，投红色，没有射。社长，滚快点啊，社长！再见了，小红，只能投你了。不是没有车，你说你从电梯室跳管道过来，就为了刀我，你这是何苦啊，没有车。接下来只能靠我们孤军奋战，一打五。哎，我最大的希望不是连刀四人，而是你们能够掉线。好吧，真相了，这样我就不用费大力气想办法去刀你们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复活石啊！哇，我这把可能要赢了。哎，自信点，把可能去掉，我们要想办法下手了。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是哈利了？等会我们用阿瓦达索命咒，不建议吧？来电梯室蹲个人。哎，正好队友把灯光给破坏了。哎呀，我们就站在旁边看看有没有船员进来。如果是一个人呢，我们直接用阿瓦达索命咒把他射爆，然后跳风管逃走啊。难道会没有人进来？哎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哎哎哎，浅绿进来了，射爆他，然后我们跳风管跑路啊。医疗室还有个门钥匙，哎，这是刀人奖励吗？完蛋，喜之郎看到我们了，不过灯光没有修好呀，他应该不知道我们从哪里出来的。我们就假装自己在到处找道具。哎，踩到一个黄油啤酒啊，效果还是行走的速度加倍，方向相反。小菊从下面上来了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，等会可以自己小菊从电梯室出来的。他趁着灯光关闭刀掉了浅绿，喜之郎好像要去修灯，终于被你们发现了。刚刚是不是橘色从电梯室跑上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我是和社长从我就是在全图找道具，我是任务都做完了。我和社长是从那边就是上一级那边下去的，然后呢我看灯这么久修不好，就想去修手，然后就发现有人死了，这波啊出城死。我也觉得是橙色，因为他刚刚从电梯室上来的。没什么可说的，那就先把橙色票出去吧，不是橙色就是粉色，因为刚刚我和喜之郎在一起。哎，橙色不是内鬼啊，那一定是粉色了，肯定就是没有草。快快快，先去把灯光修好呀，然后拍灯。好了，我不演了，我摊牌了，我就是内鬼啊。你们应该没有复活石吧？哎，即使你们有复活石也没用啊，我们能刀你们两次。先把门钥匙放在快点栏里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传送到餐厅桌子旁边呀。不过门冷却已经好了，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刀人了。喜之郎有复活石吗？没有啊，吓我一跳，我们的复活石还没用呢，这就已经赢了。